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到了台中市的文心森林公园。这里呢是都市里面算占地蛮大的一个大型公园，非常有名。这个公园里呢，有非常多的设施，包括了小朋友的体能型的运动设施，还有一般型的游戏器材。在公园的旁边有 IKEA 可以逛。这个公园很漂亮，非常多的绿树。旁边呢也有附设收费停车场，车位蛮多的。这里的步道呢，有分成脚踏车道，还有行人的走道，两边都可以走，都很安全。这里呢，还有宠物的专区，可以放宠物在这边游玩。我们一起来看看。他们玩得好开心。在公园的这一侧呢，有非常大的一个大草地，这也是狗狗都会来这边游玩，还有这里是野餐的好地方。在这里我看到了有一只陆龟在这边闲逛。
它在吃草。这边呢是文心森林公园里面的活动中心。之前因为疫情，这一区的接种疫苗站在这边。我前面的广场呢，常常都有一些叔叔、妈妈、阿姨来这边运动。来到这里呢，交通也非常方便，坐台中捷运 MRT 文心森林站就可以到达，前面就是捷运站。在我前方的是圆形剧场，有大型活动也会在这边举办。这里平时是不开放的哦。这里真的有非常多只狗狗。这附近的生活机能也很好，在运动方面、购物方面都非常的充足。